这是屏东潮州的新之屋烘焙坊，听说这里的蛋糕非常的好吃。哦，这边平常是大排长龙的，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。这边都是以猫为主题。多少钱啊？已经综合的。综合的啊、哦。两个已经订好了，对对。啊，我喜欢这个。好。啊，都是猫。可以找位置坐。这样，你们去那边那边坐。今天刚好人不多。真的，我来试试看，真的那么好吃吗？还有，还有送一个这么棒的袋哦，哦，超有质感的，好可爱哦，那个对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欢迎，这里是新之和潮州名店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来到潮州旅游记得要进来哦，环境非常的优美，对对对。你带百合，因为它开要等一下，它很慢。哦，它是综合的，对，所以可以各选，是不是？还是啊？什么？新之和乳酪蛋糕。人家还要吃。好，你说一次。啊，好好，开始啊，有。满满的，这一个是蛋糕，乳酪蛋糕，芝士蛋糕，乳酪蛋糕，很好吃、啊，非常有名的、哦，非常有名的哦。嗯，等一下，品尝一下哦。这个哦，好硬哦，怎么那么硬呢、啊？因为它是冰过的。哦。嗯，好吃，非常浓厚的。谁都不行吃我的、嗯。哪一个是你的、嗯？哇，这里连厕所都很好看。对啊，你看，如果那个四季的。